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咱应该向佛菩萨学习，助愿是众生，对众生展露咱慈爱的面容、慈爱的眼神、慈爱的微笑、慈爱的问候。让所有亲近你的人都感受到慈爱之心，他们可以在你的面上、眼神和笑容中看见所谓的慈悲。乐于助人的人，内心是喜乐的。虽然佛法讲三轮体空，但是当然看到自己微薄的付出，却会当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，那有关会让咱的内心涌出喜乐之心。所有的快乐，无论大小，拢是对善行而生。所谓痛苦，无论大小，拢是对恶行而生。
无论是行善或者是作恶，众人只是一个小动作，也会带来极大的效果。因此，只有你自己可以使你的心变得更加美丽。颠倒拜一人，当然，每一个人都改变太多，世界就会当转变。这个改变会对一个人的心胸传到另外一个人的心胸。利益他人，自然就会利益到你自己。而利益他人具体行动，就是对众生行善。若要帮助善家的人，就必须甲因分享自己所拥有的。
若要消毒散食，就要报施予散食人。其实，咱拥有的愈少，就当付出愈多。当你拥有的愈多时，会当付出的就愈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执着。有多少可以付出，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那个愿意付出的心。或者当咱一无所有的时，才会当体会到更加丰富的生命。有一粒慈爱心，对佛菩萨充满信心，那呢，无论咱身在何处，佛菩萨拢会居住在咱的心中。在学着以爱来看世界的过程中，咱同时也在清除心中的烦恼。
因为当我们在希望众生欢喜并和离法缘那一刻，爱的能量也在我们的心中油然而生。因此，认识众生平等之理，予咱体会到慈悲。了解自他交换，予咱学习动力心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款的程度，不同款方面的痛苦，有心上的、物质上的、甲精神上的痛苦。所以咱爱互人体贴的爱甲关心，因为你所散发出的关怀甲喜乐，会带予身处痛苦之中的人极大的安慰。经常想，所有众生拢甲我同款，想要离苦得乐，因此只爱某一挂人，离分其他的人，那呢，哪有可能会得到正确的态度？咱应该帮助所有众生得到快乐。这就是对他人培养平等心的方式，叫来你帮助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，带给他们快乐。
现在面测世界，每一天都有人不断地分享转达，离开网络世界，咱要分享什么呢？其实爱也可以分享，在现实社会中，咱分享一份自爱的心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恭逢上悟下明长老圆寂十年，千霞山海明禅寺举办艺文创作奖活动，感念悟空长老谆谆教诲德泽，专弘观音法门，提倡大悲忏礼消灾障增福慧，慈悲喜舍度生，并祈祷新冠肺炎平息，邀大众以一亲近慈悲长者观音老人悟明老和尚，二新冠肺炎疫情的醒思与学习，三家的温馨或祥和社会为主题，以一征文，二歌曲创作，三绘画，四书法习作，五影音视频来创作。组别如下：一国小组，二国中组，三高中组，四大专组，五社会组。得奖作品提供奖金及奖状遗址。第一名一人，奖金3000元，奖状遗址。第二名一人，奖金2000元，奖状遗址；第三名一人，奖金1000元，奖状遗址；佳作3到5人，奖金500元，奖状遗址。收件日期即日起收件至2010年8月8日截止，颁奖日期2010年8月21日。投稿请邮寄、传真或 email， 主办单位新北市树林千霞山海明禅寺，收件处。238新北市树林区海明街22号，艺文创作奖筹备处收，电话02-2681-2839，02-2681-2839，传真02-2683-6039，02-2683-6039，收件信箱 mainkuang2013@yahoo.com.tw/ysysco@ms46.hinet.net。相关资料请扫 QR Code 参考。华严专宗学院研究所暨推广部招生中，凡有兴趣学习华严正信者，欢迎报名。报名申请入学资格：一、大学部正修生，高中以上；二、研究所正修生，大专含同等学历，
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，台籍外籍学生及大陆法师兼收，现女众50岁以下，正信佛教徒。报名方式上网下载报名表，请务必注明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并以 Word 及 PDF 档格式寄至 email 信箱 huayenclleg@huayen.org.tw 或电洽教务处02-2341-4760 02-2341-4760，推广部02-2321-3319 02-2321-3319，地址台北市中正区暨南路二段44号。人的魅力是从功德智慧产生出来的，不要跟人家比外表啊。老和尚那个力量大不大？哎呀，你身体不好，老和尚打个电话你，祝你健康，你就好起来了。老和尚一辈子修行的功德，所以各位以后看到老和尚，请他写两个字“健康”贴在家里。大吉大祥，这个有功德力的人的一句话、一个字就有力量，这个叫咒的力量。所以我们自己要累积这个功德，所以像你吃了50年了，然后你去看一个病人，人家只能病3分，你去看他一下，回来他就发作了，他病5分了，因为你这个人带了十足的业障去看对方，那都倒霉了，所以各位要了解啊，亲近善知识，远离恶友。今天你坐在那边突然头昏，也不是你的问题，你旁边坐了一个业障很重的人，你就会被他影响，头昏昏，脑顿顿这样，这个叫互相影响的。所以为了帮助对方，那我们要随时净化自己，所以各位多修好的仪轨，慈悲的仪轨，念大悲咒、药师咒、放生、利益众生。感谢